莎士比亚说，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美精致，会把平行线刻上美人的额角，没有什么能逃过它横扫的镰刀。但有一样东西却不会被它的镰刀收割，那就是我们的友谊。唐山不老 Cheers、yeah. 我们的生命一天天地转动着，秒针、分针、时针。你啊，你叫什么啊？你我叫魏海。而我和我们都是这个时代里最最渺小微茫的存在。你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就改变了方向，你被失望拖进深渊，被疾病拉进坟墓，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。在这之前，在世界末日天翻地覆之前，让我陪在你们身边。你说什么？